所做，一切奇妙大道，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掩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降世赦免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架甘愿陪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树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树枝我会添加，我要跪下献功的崇拜敬，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随时让我心醒察，
因为一生足够，全然让我心摆上，献出我所有。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湾区华人圣经教会的网上的崇拜广东部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第一，你是已经来过的，你很清楚了。但如果你是第一次上我们这个的崇拜网上崇拜呢，我们都很希望认识你的。我们有一个的二维码 在这个荧光幕上，你只要呢是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上到我们网站登记。咁我哋好想認識你，同埋如果有咩嘅問題嘅，我哋可以解答你嘅。所以咧，希望你登記。好，今日都係我哋嘅廣東部咧，每個月一次嘅祈禱會，就今日崇拜之後，大概係今日晏晝一點鐘開始，我哋一個鐘頭到嘅啫。我哋弟兄姊妹能夠喺喺網上能夠同心嘅禱告。咁啦，今日都係有一個嘅情人節啦，係西方嘅嚇。咁我哋其實咧，我哋疫情嘅緣故咧，舊年嗰個情人愛言咧，本來係推遲到今年嘅，但係因為疫情繼續喺度啦，所以咧我哋呢個嘅嗰個嘅情人愛言嘅主辦單位咧，決定今年取消嘅，會退翻啲款項俾你哋嘅。咁咧應該會你哋收到呢個嘅email 通知你哋噶啦。如果你收唔到電郵嘅話咧，可以揾波拉弟兄，佢會應該會會更加知道詳情噶啦。咁啦，係啦，我哋呢個咧已經做咗好多個月噶啦，就每一個星期咧三咧下午12:00至1:00咧，我哋有與牧師午餐嘅時段嚇。咁啊，好希望能夠見到你嘅，你可以帶埋食物嚟一齊喺度一路食一路傾都得嘅。我哋好 casual 嘅啫。咁啊，藉呢個機會，我哋大家去講下自己嘅啲心情啊，或者有咩好好介紹啊。總之談天說地乜都可以講得嘅。我哋希望大家姊妹咧喺當中咧都係能夠好開心嘅有一重嘅去相交嘅時間啊。如果你未嚟過，或者你知道弟兄姊妹成日好悶坐屋企嘅話咧，希望你都能夠介紹入嚟，我哋一起去傾下偈啊。我希望嚟緊星期三見到你哋。咁咧就係啦，我哋每年都有兩次會有會議嘅。今年逢係二月咧，我哋有半年度會有會議。咁咧就喺下個禮拜二月嘅21日嘅上午11:15啊。咁希望大家記住日子，同埋要登記嘅喎要註冊嘅喎。咁咧呢個咧，我哋今年咧就特別會用視像舉行噶。咁啦，因為視像緣故，我哋就唔會分咩用廣東話、國語啊或者點樣嘅啦。我哋全部都係英語進行嘅。咁希望大家會有嘅咧，會收到資料嘅啦。咁你哋註冊咗之後咧，咁啊到時下嚟緊嘅禮拜日11:15，你轉click 個 link 就可以，我哋網上可以開會，有個會議噶。咁啦，如果你哋係有咩特別事或者又唔知道我哋牧師嗰啲資料啊點樣嘅話咧，咁都可以透過呢個嘅教會聯絡嘅 email 啦、電郵啦或者電話打入嚟留言，咁我哋會盡快覆翻你嘅嚇。有咩需要，我哋都能夠繼續唔使嚟到教會，因為嚟到教會可能都冇揾唔到人啦嚇。咁希望大家都記住呢啲嘅聯絡嘅資料，咁啦，係啦，就我哋嘅奉獻啦。知道咧，奉獻係基督徒嘅一個本分嚟嘅，亦係神俾我哋一個嘅權利可以侍奉藉著呢個我哋捐獻係侍奉神嘅所以咧，希望大家都係努力嘅去捐書我哋可以透過 PushPay 用呢個二維碼登入就最方便啦。或者咧，你都話我唔習慣用呢啲喎，咁用支票寄嚟嘅教會亦冇問題嘅。咁今日我哋除咗為呢個奉獻祈禱之外咧，我哋有一個特別嘅一個祈禱嘅事項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啦，疫情之後咧，好多一啲嘅亞裔嘅市民啊，遭到一啲嘅攻擊啊，或者有啲嘅係
即係歧視啦，我哋都未清楚嘅。但係咧，去到新年咧，接近新年呢個期檔期咧，我哋睇到嘅嗰啲嘅襲擊啊，或者嗰啲對亞裔嗰啲嘅不公嘅事件啊，增多咗。所以我都希望特別為呢啲嘅呢個事情去禱告，求主俾我哋即係能夠有平安，同埋希望呢個事情會早日過去。同埋咧，我哋為到今日嘅一個嘅講道，我哋都係有一個禱告。讓我們大家一起同心禱告。親愛天父，我們感謝你，感謝你在疫情當中仍然眷顧我們，我們仍然能夠在網上一起有聚會，去聆聽神你的話語，去互相的有藉著其他渠道，我們互相的交流交通。我們都希望真係神嘅家能夠真係唔會因疫情我哋嘅事工會停頓，我哋有好多嘅需要，有啲嘅羣體需要我哋嘅一啲嘅去支援嘅，求主都係叫我哋弟兄姊妹都唔好忘記呢個奉獻。你如果係即係神係特別祝福你，叫你有即係收入嘅，你有豐裕嘅，你就更加要奉獻得多啲。你話如果我經濟唔係幾好喎，咁我係咪唔需要奉獻咧？其實都唔係，我睇到神你係樂意我哋奉獻嘅。就如果個窮寡婦，佢雖然係冇錢，佢將佢將係一生養老嘅錢都投入去奉獻俾你，佢對你有信心嘅時候，神你就祝福佢。就讓我哋就算我哋係唔足夠嘅，我哋都仍然能夠有信心嘅去作出個奉獻。能夠討神你喜悅，知道神不會真係虧待我哋嘅，願意我哋都係各人都係盡佢嘅力去奉獻，叫神嘅家能夠有糧，要叫更多人能夠認識我哋嘅主，叫佢嘅生命被改變。我哋特別為到今日疫情當中嘅好多嘅一啲嘅問題發生，尤其是一啲嘅亞裔嘅人士喺美國受到好多嘅迫害，或者有啲被搶劫呢事不斷的增多，尤其是在這個農曆年當中的時候，我們亞裔是被針對的一個對象。我們特別求主你憐憫這些的老人家或者這些亞裔，叫他們能夠真的能夠有受傷的能夠盡快康復，如果有什麼不幸的事，我們求主你安慰的家人，願意真的這些的困難發生在亞裔身上能夠盡快的去過去。我們希望真能夠神你施行的你的公義，當在當中叫那些欺壓或者傷害別人的人得到應有的懲罰，求主繼續去帶領這個國家能夠真的專心在你的身上，能夠繼續去跟隨你，以致我們能夠珍惜每一個人的生命，因為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神你所創造的，是按你自己形象所創造的，以致都是屬於尊貴的，無論他所做的什麼都是他有尊貴的形象。求主你幫助這些真係呢啲嘅做壞事嘅人，佢能夠去悔改認罪，去認識你，叫佢哋能夠去喺當中係回轉。我哋叫呢個國家慢慢能夠知道係有神嘅旨意喺當中嘅時候，佢哋願意係悔改歸回俾你，以致呢個國家係能夠邁向一個更安全同埋有一個更平安嘅一個國度。我哋求主你為到呢啲事，真係我哋去呼求你，求主你嘅憐憫。今日特別為到我哋今日講到，我哋真係交喺手裏邊，求主你嘅靈喺當中澆灌，叫無論講嘅聽嘅都能夠明白你嘅話語，被你嘅話語係激勵，叫我哋能夠更加遵行你嘅旨意，叫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叫我哋每一個人都得益，叫我哋基督徒能夠真係有一個使命嘅人生，能夠活出主你俾我哋使命。我哋咁祈禱交託，奉賴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好啦，即係咧，即係講咗咁耐啦，其實都未同大家拜年啊。其實今日係就係年初三啊。就是我哋農曆新年牛年嘅開始，咁啊雖然年初三你唔去拜年啫，但係我哋網上拜年亦可以嘅。我哋百無禁忌嚇，祝祝大家咧新年咧新一年咧繼續靈命有長進，主嘅恩典常與你同在，咁樣都為到即係頭先講到情人節啦，係嘛？即係我哋希望咧大家情人咧今日喺情人節裏邊咧就更加去互相去表達佢愛意啦，將佢同身邊人講
一啲嘅説話去互相嘅去激勵啦。咁但係唔好忘記喎嚇，我哋除咗我哋有身邊嘅家人啊、愛人啊或者之外咧，兒女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個好愛我哋嘅一個情人喎，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嚇。希望大家都能夠喺今日裏邊咧，我哋都係要思想啊，主耶穌幾愛我哋，係我哋嘅至愛。希望我哋能夠喺呢個情人節新年當中咧，一同嘅去睇到神嘅恩典，我哋叫我哋能夠生活有盼望有力量。講到新年啦，中國對中國人而言新年都係好緊要嘅事啦，係嘛？尤其是呢個年晚新春啊，都係一個好喜慶日子啊！記得我細嗰陣時咧，都好中意新年嘅。我諗好多人都同我一樣啦。點解新年有咩好嘢啊？梗係啊！我哋中國人好中意有新衫啦，又有好多好美味嘅食物啦。小朋友更加有糖果啦，咁樣你話唉，而家啲人咁生活咁豐富，日日都有新嘢噶啦，日日都食好嘢噶啦，有乜緊要啊？但係有一樣嘢大家都最中意噶啦，係嘛？鬥利是啊嘛，係嘛？有利是鬥啊，小朋友啊可以買自己中意嘅嘢嚇，而咁樣，所以咧呢個日子咧都好歡喜日子啊，同埋嚇，但係呢個時刻正正係咩啊？頭先都聽到一啲嘅唔好嘅新聞咧，哇！原來咧啲人就趁呢個機會咧，就係做埋啲唔好嘅嘢嚇，因為個個好多錢喺袋喺身啊，所以咧犯罪嘅案件咧都好多嚇。所以咧，我哋除咗加強我哋自己嘅咩啊，大廈嘅保安啊，或者話小心啲啊，去到危險地方我哋少去啊，或者比較去留意身邊發生咩事，出到街唔好淨係顧住玩手機啊咁樣嚇。所以咧，我哋要好小心啊，以免我哋咧蒙受損失嘅咁樣。但係咧，有時都好難講係咪啊？就係明槍易擋，暗箭好難防嘅喎。尤其是而家咩？你聽過啦，有段時間嗰啲咩啊？祈福黨佢點啊？佢唔係搶嘅喎，唔係靠惡嘅喎，佢蠱惑嘅喎，用啲方法嚟呃你啲錢嘅喎，咁呢啲嘅情況咧，你就好難，即係一時之間就好容易上當嘅咯喎。咁究竟我哋喺呢個動物世界度有冇學到啲一啲嘅啟示咧嚇？咁我講下啦，北極熊大家知道啦，北極生長嘅嘛，佢究竟食乜嘢嘅咧？北極熊主要食物係。原來北極熊咧以食海豹為生嘅，主要係你冇睇到北極熊大大隻，以為淨係靠一鋪牛力就去捕獵喎。原來佢都好有腦嘅喎，同埋都幾狡猾嘅，係嘛？咁咧佢真係要佢咧好聰明嘅，因為咧睇下海豹啦，海豹係食咩？係以咩為生咧？海豹梗係食魚啦，係嘛？但係海豹通常嘅習性係點嘅咧？原來海豹咧就中意喺個冰面上高度休息嘅，咁休息啊，佢又唔使成日遊落海揾魚食噶嘛。咁佢哋咧就專喺個冰面上高咧就刮個窿啊，喺附近咁樣啊。當佢聽到魚遊過之後咧，就跳落個窿度捉魚啊，幾就手喎。但係有一個困難就係咧，佢又即係個冰面咧，你就唔可以太厚嘅嚇。所以咧呢個佢通常休息嘅嗰個冰面咧，都係離呢個海邊啊水。海邊就唔係好遠嘅啫，咁咧呢個北極熊知道佢有個特性咧，就好精啦。當佢見到一隻海豹度等坐喺度休息等食嘅時候咧，哇！一裝睇一睇，咦？呢個海豹離海邊唔係太遠啫喎，好。於是咧佢就一個深呼吸，就潛落去水底，就游過去呢個海豹嗰個窿度。咁咧當游近個窿嘅時候咧，佢就慢慢游啦，就咁大聲咯喎嚇，走咗海豹噶嘛會。咁咧，佢就特登喺冰面度咧，冰嘅底部咧，嗰度輕輕摸下，刮下，有啲聲音。咁個海豹就唔知道，咦？好似有魚到咯喎，好食嘢嘅時候啦。咁一啜一聲跳落去水度捉魚啦。誰不知捉唔到魚得嚟咧，仲俾只北極熊咧一啖咬住，成為佢嘅北極熊嘅一個嘅晚餐。所以咧就話原來咧呢、這個北極熊係咁醒目嘅喎嚇。咁我哋睇到，其實咧，我睇到魔鬼吸引人嘅方式都係咁喎。佢好多時用一啲好似冇害嘅嘢，好似好好嘅嘢嚟做引做利嘅喎嚇。你睇起上嚟，哇，都冇事啊，做呢啲嘢或者啲嘢都好好啊，吸引你哋，然後遮掩佢其實背後一啲嘅罪惡嘅呢個醜陋嚇。
咁啊，當然啦，如果你俾人呃咗氹咗之後咧，咁你就弊啦，因為你已經身陷險境啦。啊，所以咧魔鬼好狡猾嘅，同埋即係好微妙、好微小嘅嘢，你就會即係令你唔察覺嘅。所以咧，當你信咗啲方言之後咧，就弊啦。我哋知道始早犯罪都係受呢啲少少嘅方言影響嘅啫，係嘛？所以咧，使徒彼得啊，喺呢個彼得前書五章八節講到啊，佢話：你們嘅仇敵魔鬼啊，如同跑開嘅獅子啊，係遍地遊行，去尋找可吞吃嘅人。可見咧，魔鬼咧真係去隨處揾你喎，你小心啲喎嚇。仲有啊，保羅喺彼誒呢個林哥林德後書十一章十四節講到，佢話都唔為怪啊，因為咧佢話撒旦可以裝成個光明嘅天使，哇咁就弊啦！你以為天使嚟幫你，點知最後嗰個係撒旦嚟嘅嚇，咁你就好容易上當啦。咁然而咧，我知道雖然佢哋好狡猾啫。但如果信徒能夠睇聖經咧，因為聖經好多處講到魔鬼嘅詭計嘅嚇，所以咧我哋應該就唔夠咁易上當噶啦嚇，照計就。但問題就係、我哋係咪有保留心呢個聖經嘅教導咧？係嘛？有冇知唔知道聖經點樣去教導我哋作出防備咧？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呢個嘅經文咧，就係記載喺以弗所書嘅六章十至到嘅十三節。我俾今日我哋嘅講題就係屬靈爭戰嘅呼召啊！原來我哋每一個信徒咧都被呼召去打場屬靈嘅爭戰嘅喎，戰爭嘅喎啊！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好，讓我哋一齊聽讓弟兄姊妹啦聽我重讀呢段嘅經文啊，以弗所書嘅六章十至到十三節，佢話第十節，佢話最後你們要依靠主嘅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刚强起来，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盔甲，好让你们能抵抗魔鬼的圈套，得以站立得稳。因为与我们争战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以及天上的邪灵。因此，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盔甲，好让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够站立得住。并且在成就一切之后仍能站立得稳。其实真的很多有不少的信徒都不知道我们要面对一场属灵的争战。原因都有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原因我相信都是归咎于现今一些传福音的方式，它太过注重令人决志，或者受到这个所谓成功神学的影响。我哋可以聽到人哋傳福音都講到係嘛？耶穌會為你解決好多問題㗎，佢會俾你平安喜樂，佢給你一個幸福嘅家庭嘅生活嚇。嚟到耶穌嗰度啊，佢俾你好多福氣啊，係你想都想唔到㗎。佢向你保證啊，你嘅生命一定會更豐盛啊，係嘛？因此咧，好多人缺咗志之後啦，就好期待一個好平安啊、喜樂啊、幸福嘅生活啦。雖然以上所講嘅嘢咧都係真嘅，佢冇呃你嘅，但係其實佢只係實況嘅一半。我哋知道啊，耶穌約翰第十章第十節講到咩啊？佢會給你一個豐盛嘅生命啊！但係馬太福音十六章耶穌都講到啊，佢會差我哋啊啲信徒啊，像好似綿羊咁啊，去到呢啲豺狼群當中啊，哇！咁樣講嘅時候，你可能覺得哇，好似唔吻合。某些人都對於呢個豐盛生命嗰個想法喎嚇，好危險好似係嘛？耶穌話應許我哋有平安，但係約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節嗰度講到啊，係在世界上你哋會有苦難。耶穌又向保證佢愛我哋，但係喺約翰福音十五章嘅十二到廿一節都講到，你愛耶穌，就世界會憎恨你，會逼迫你。同樣在以弗所書當中咧，保羅都係咁講。佢話：當佢啱啱講到咧一個被聖靈充滿嘅家庭，點樣去榮耀神，活出一個嘅基督與教會惡之間嘅愛嘅關係嘅時候咧，佢又繼續講到啊，呢啲嘅家庭咧，如果係喺當時最主要嘅三種關係之上咧，點樣能夠去彼此相愛去榮耀神嘅咁樣？但是呢他就没停在这里，他继续去劝勉我们。他说基督徒的生活
無非是與那位馬丁路德認為是叫黑暗之王，給他的名字叫做那麼可怕的敵人，一場的爭戰來的。因此信徒要知道，原來自己是要與自己身內的舊人互相對抗之外，原來還有一個敵人，就是我們身外的不屬肉體的靈體的一個挑戰。所以每一個信徒都是要面對這個一場屬靈的爭戰。所以第一點我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屬靈的爭戰的個存在是存在的，不是沒有的。當我們意識到這場的爭戰存在之後，我們就知道我們的是怎樣要怎樣去作戰，我們是想得到達到什麼目的。所以第二點就是屬靈戰爭的目標。最後當我們知道目標之後，我們都要知道我們要怎樣去身心靈要有個預備才能夠達到這個目標。所以第三點提到屬靈爭戰的準備。當我們能夠知道能夠知己知彼作出最好的準備的時候，我們就能夠在這場的屬靈爭戰上高為主打美好的勝仗。第一點就是屬靈戰爭的存在。信徒的神學或者他對神的認識，直接影響我們對這個屬靈世界的看法。有些信徒認為神必會隨時隨地幫助我們，我們必會事事順利，遇到困難都會大步攬過，總之撒旦不可以動我們，有什麼傷害我們的。相反又有些人，有些信徒就到傳統的或者世俗文化的影響，覺得哇撒旦很邪惡， 很有力量的，以致他攻擊我們的時候，我就很害怕，很害怕，惶恐誠惶誠恐，變得很脆弱，而且真的沒有力量。對於這些攻擊，我們簡直是束手無策。其實無論是我們不肯面對現實，或者我們埋手沙堆當它沒有存在都好，這兩種極端的看法都不是我們信徒對這個屬靈爭戰的一種態度。使徒保羅在這個以弗所書六章的十一和十二節都講得很清楚，這個屬靈戰爭是存在的，是現實來的，同埋佢描寫咗我哋嘅敵人係邊個？呢度所以第一點，因為我哋真係有個強大嘅敵人嘅存在嘅，喺十一同十二節講到。呢個首先指出我哋敵人係邊個？佢唔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人，佢係一個靈體，所以呢場咧係一場嘅屬靈嘅爭戰。當我哋睇唔到或者摸唔到敵人嘅時候咧，我哋就可能以為佢唔存在，因此我哋就唔會有防備，以致我哋咧都可能不知道我自己身陷險境。這裡不是表示這場的戰爭只是與那些看不見摸不到或者超前的全有而不牽涉了什麼人與人 的戰爭，其實不是的。因為這些靈體可以借助一些人能夠達到他的目的。我們看到前面以弗所書四章十四節和二十七節都講到，他說十四節講到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廿七節講到給魔鬼留地步等等，這些都是其實背後的主腦可能是源自一個靈體的攻擊。我們看到接著那裡講到四樣的描述，不是表示有四種不同的類別的邪靈，這裡只是一個的實體用四種的描述的方式。第一個是執政掌權的，其實這兩個形容詞已經全面用過了，分別在1章21節和3章10節以弗所書提過，表示他們說地位都不是低微的，有掌控其他人和靈的權力的。而第三個就是掌管這黑暗世界的，這更進一步去指出他現在現正是管轄這個邪惡的世界、罪惡的世界，這個黑暗就代表罪惡的意思。而最後天上的邪靈就指出哇，他還有很多的爪牙在天上，就是那些天上充滿了邪惡的靈體。可見這個敵人的能力都不少，並且在十一節都講到這個敵人就是魔鬼，所以信徒只是血肉之軀，就絕不可以輕看這個我們的敵人。第二，敵人是極其邪惡的，要講到
所以咧，但係咧，有唔少人相信咧，有呢個世界有撒旦啦。但係咧，佢就覺得咧，只要你行得正、企得正，係唔會怕嘅嚇、啊。魔鬼都唔會無緣無故嚟對付你嘅。中國人仲有一句講過咩啊？係嘛？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有乜驚啫？我又冇做過壞事、啊、其實咧，我睇到啦，聖經裏邊都好多次提醒我哋啦。撒旦都會主動地去引誘我們去做犯罪，由創世開始直到現在啊，經過新約都好，我們始早犯罪啦，你看過約伯記都是啦，無緣無故的，很多信徒都是受到撒旦的攻擊的，到今日為止都一樣，他們用各樣的方法叫我們離開神。這個世界為何這麼黑暗？因為有一個邪惡的人去管轄，這個邪惡的人管轄的地區怎會不會有邪惡的事發生呢？所以是這些邪惡事無日無知，就如始早犯罪一樣，是吧？蛇不會，即是撒旦，就不會直接說、啊、神不對、你不要信他了，信我吧，這樣不可能的。他怎麼跟夏娃說、蛇他說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麼？那這個說話就很大問題了。他就說哇，神是不是真的這麼壞，叫你什麼都不要吃啊？哇，你只吃什麼都不吃，那怎麼維持生命啊？那他其實就暗示了呢，神是未必對你懷有好意的，你小心啊，神的話你不要聽那麼多啊，這樣。那還更加是藉此 去知道夏娃是不是真的 很清楚神 的旨意先，還是他是不是有些、不願意遵從的意思呢？於是一個女人就說了，她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唯有園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哇，聽完這句之後我們看到了，第一，神沒有對、人說到、這個果子不可摸的，這個不可摸是表達一種情緒的反應，可能有這樣的意思，就是說哇有乜咁巴閉啊？摸都唔得，即係唔準食咁樣，即係有啲怨氣，可能有啲嚇呢個可能。第二咧就係、是、免得你們死，就好似好普通咁。如果你睇希伯來原文咧，即係免得你死，咁啊即係個死啦。但係咧，原來神同個女人同亞當嗰陣時係話，你吃咗必定死。咁咧希伯來文就會寫將個死字咧用咗兩次。就表定是必定的意思，即是語氣很重的死這樣、這樣的意思。但是、這個女人就覺得、都會死的可能的，於是呢就蛇就知道這個夏娃的對神的旨意有多清楚了，於是呢他就最大膽了，就真的挑戰神了，他說對女人說了，你們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時候呢眼睛就明亮了，你就便能夠好像神這樣知道善惡了、最後這個撒旦就說、神是不懷好意的，你不一定死的，他又不是真的沒有說錯，但你都可能會死的，這樣誰知道呢，女人就、收了，覺得、對了，你說得真的對了，我的怨氣得到、平息了、我要好像神這樣自己作事。因此呢好像 很簡單的事，慢慢的夏娃就上了當，因此罪入了世界，撒旦就已經管轄了這個世界。難怪乎我們看到人類好像越來越文明，科技越來越進步，但這個世界卻是沒有變得更好，你看到罪惡事無日無知，何況可能大家不要期望有這個有烏托邦的一個出現。撒旦的邪惡在於他真的殺人於無形，很多受害者都不知道自己的結局原來是這麼悲慘的。信徒所以不要輕看這場屬靈的爭戰，我們如果不清楚神的旨意，都可能好像始祖一樣被他蒙騙。其實我們每天都是與一個看不見的敵人去進行戰鬥，這個敵人試圖 去摧毀我們，叫我們不能夠洞悉这个处境。当好像有试炼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啊，为什么有什么事出错了，是不是神
點解神允許呢事發生喺佢身上啊？啊，又唔知道自己嘅處境係點，甚至啊，我睇到一啲嘅啊教會嘅領袖啊，甚至係牧者，佢都可能因為啊，我係侍奉神嘅喎，神一定會保護我，免受呢啲嘅困難同埋衝突嘅人身攻擊嘅啊。當受到呢啲批評或者啲誹謗嘅時候咧，佢就可能覺得咧，真係啊，就要逃跑啦啊！我唔做啦嚇、啊，或者我離開教會啦。佢哋明白啊，當神祝福嘅時候啊，敵人都會增加對佢哋嘅攻擊嘅。當你事功有效嘅時候啊，敵人仲會加班咁樣去攻擊你添啊！啊，可能佢透過唔同嘅方法咯，可能透過你哋啊同弟兄姊妹嘅不和啊，團隊不和啊。一啲教會問題啊，或者透過呢個道德嘅犯咗道德嘅問題啊，咁樣去破壞你哋。保羅喺呢個哥林多前書十六章九節講得好清楚啊，佢咁佢點寫啊？佢話：因為有寬大而有功效嘅門為我開了啊，並且反對嘅人也多。呢度啊，佢冇話啊，我咁有功效，但是反對人咁多喎、啊。佢唔係用相反，佢話。佢用並且喎，佢即係表達到你有果效嘅時候咧，反對嘅人就自然會多。所以咧，我哋唔好被魔鬼蒙騙。尤其是嗰啲教導我哋咧，著基督徒好簡單嘅，好簡單嘅啫。你唔使咁做咁辛苦嘅，好容易做嘅啫嚇。你要拒絕呢啲咁嘅教導啊，因為敵人，我哋嘅敵人唔係一個普通嘅弱者啊，基督徒咧，絕唔係一件容易嘅事，但係亦唔係我靠自己。我哋唔係好似拜黃大仙咁啊！只要我上香啊，就黃大仙就有求必應咁簡單。可惜啊，今日身處喺呢個我哋身處喺美國呢、這個以基督教立國嘅國家都好啊，我哋睇到縱然有超過差唔多一半嘅人承認自己係基督徒，但係卻有好多嘅信徒都唔知道自己是要參與呢種屬靈的爭戰，原因可能是他們不知道，或者他們不進行聖經的教導，因為他們已經被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或者道德標準同化，不覺得有被攻擊的存在，或者不願意付出代價去作出抵抗，最終他們有些不單止成為逃兵，更不幸的更加成為敵方的一個幫兇。難怪美國的基督徒嘅比嘅人數不斷嘅下降，我哋實在需要去反省，係喺神面前，我哋要認罪悔改，尋求神嗰個赦免同埋嘅施恩憐憫。希望更多嘅基督徒能夠真係從會上嘅戰場。總之，當我意識到咧基督徒啊成為基督徒之後咧，我哋就係已經被徵召入呢個神嘅軍隊裏邊，咁樣。作為基督徒的我們在場屬靈戰爭打完之後，是否仍能夠生存是最關重要呢？究竟我們打完這場仗的目標是否是為了生存那麼簡單呢？屬靈爭戰的目標當然生存當然重要啦，這裡不單只是指肉體的存在，其實在屬靈爭戰當中，不至失去信仰，這個屬靈的生命的存在更加是重要，是必要。如果信徒縱然在地上，我們失去生命或者殉道，但是我們知道我們有永恆的生命。主耶穌也提醒我們，他說，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唯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這樣，信徒要有什麼目標嚟打一場嘅仗咧，係咪單單要打勝就得咧？經文卻係唔係咁講，喺十一同十三節，佢話講到你哋要自始至終都要站立得穩。喺十一同埋十三節都講到三次講到站立。原文咧呢三個都係一個分詞嚟嘅啊，而十四節咧亦其實咧我哋今日冇睇嘅，都係提到一次。而是一个带住呢个命令语气的主要的动词。如果呢个叫我哋站立，是表示胜利的站立咧，十之后的十四节就不会用命令的语气叫我哋要求我哋站立。
因此咧，我哋嘅任务啊，主要站立嘅系防御，唔系进攻。我哋系要坚守神俾我哋嘅教导。我哋要能够抵抗抵挡呢个撒旦，唔系要主动去攻击佢。嗰啲想去攻击撒旦嘅人咧，唔了解撒旦嘅能力同埋神嘅计划。战胜撒旦唔系我哋啊，而系基督。我哋嘅职责系抵抗呢个撒旦，而唔系将佢打败。圣经冇讲到我哋有咩能够点样打败撒旦嘅战争，而系讲我哋能够被佢攻击嘅时候，我哋站立得稳。我哋要站起嚟，我哋唔好逃跑，系避免对抗，因为神系最终赢到呢场战争嘅嗰一位。喺启示录嘅十二章十一节都讲到啊，嗰啲战胜咗嘅圣徒啊，唔系击败撒旦啊，其实当中有好多系为主殉道啊。嗰度讲到啊，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然于死，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同埋启示录二十章七至十节都讲到啊，撒旦最终嘅失败啊，唔系摆喺圣徒嘅手中，而系嗰位从天上降火嘅神嘅手中。神喜悦我哋信徒参与呢场嘅征战，唔系因为我哋要靠人多先打得胜，乃系希望锻炼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有信心同埋坚忍，唔怕面对困难，唔做逃兵，遵忠于神嘅托付，并且需要我哋不断嘅去坚持啦。是由始至终的都要站得稳，抵抗撒旦的攻击。不是说你啊，我得闲啦，我偶然去参与一下啊，或者啊呢件事我搞得掂啊，呢件事咁小事啊，我顶得住啊，我先参与。所以信徒必须要有嗰个忠心同埋愿意委身。然而咧，有啲信徒咧，佢系过分嘅乐观啦啊，唔止企稳，仲要作出攻击啊，要先话守为强，打败敌人。所以我哋但个目标讲到啊，我哋系只要站稳对抗魔鬼嘅引诱同埋圈套嘅啫，唔系歼灭或者伤害别人。因为我真正嘅敌人啊，唔系有血有肉之躯嘅人，而系撒旦。并且伤害人咧，系基督教与我哋基督教信仰不符。我哋既是我哋睇到人系别人犯罪，但系我哋唔好忘记我哋。信徒應該有愛心、有忍耐同埋寬容啊，嗰啲質素，唔好以惡報惡。就如我哋係對呢嘅同性戀行為嘅立場，我哋係堅決嘅反對，但我哋係對事不對人嘅，就好似其他罪一樣。因為同性戀行為嘅有同性戀行為嘅人，佢都係受到罪嘅捆綁，佢哋不能嘅自拔，佢哋只係俾撒旦咗蒙騙。信徒咧應該同情佢哋嘅境況啊，去關愛佢哋，唔係單單責備佢哋，咁先能夠建立一個關係，可以幫助呢啲人脱離魔鬼撒旦嘅圈套。我哋仲有睇到好多同性戀傾向嘅人，佢都未必係犯罪嘅，只要佢哋咧能夠靠主勝過呢個試探，堅守佢哋唔參與同性戀嘅行為，咁就係蒙主悦納。我哋睇到好多唔少有同性戀傾向嘅信徒啊，佢最終都係能夠得勝嘅見證。我哋睇到啊 ，Christopher Yun 啦，佢哋成日喺華人當中都聽過佢名啦。仲有 Rachel Gibson 啦，一個女同性戀者啦，佢都係能夠活出耶穌基督嘅見證。佢係雖然有個傾向，但係佢哋係能夠靠主得勝。佢哋嘅網站當中咧都講到佢哋嘅經歷，同埋咧 Christopher Yun 更加講到咧，佢點樣去幫助啲同性戀嘅人去。叫他们能够离开这个罪恶，所以我们很多的机会去帮助这些人，那我们求主都是给我们有力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些蒙恩的罪人，我们跟我们没有分别，我们都是犯罪，只要我们肯愿意悔改认罪的，神必赦免我们罪的。所以主耶稣对罪人的态度都一样，不是我们与不同的交往，反而咧，神系中意罪人交往，同埋咧对佢哋好有恩典同埋怜悯。佢好接纳呢啲嘅罪人，但系佢唔会接纳佢哋嘅个罪行所做嘅嘢。所以佢好想佢系帮助呢啲嘅罪人，佢哋离开罪恶，能够回复咗喺创造之先神有神美好嘅形象。咁样信徒要点样准备先能够
達到神所定的要我們站穩的目標呢？第三就是我們有屬靈戰爭的準備。我相信大家人都知道打仗前應該有所準備的，是吧？我們都經常笑那些沒有準備人，好像什麼我們看粵語長片的最終清兵一樣，心口怎樣掛著一個勇字，好像打親都不行的，結果呢兵敗如山倒。因此呢，我看到很多國家當他需要士兵軍人的時候都要受過嚴格的訓練才去出戰的，不能夠靠一股愚勇就去的。在屬靈爭戰都是一樣，我們必須要有準備。而呢，不少的信徒呢只是喜歡行動見到別人侍奉有果效有成就自己又很希望做得到，卻不願意花時間去裝備自己，就立刻有樣學樣，是吧？最終呢，我們看到不是失敗告終，就是靈命枯乾他不知道原來別人是下了多少個苦功。是更重要的事是那些人呢，不是自己喜歡去做的，是有神的差遣去做的，不是出於一時的衝動或者自己的私欲。使徒保羅提到我們的裝備主要有主動性和被動性，所以我們不單單是靠人的努力就足夠，要有神的幫助。所以第一，我們要在主裡的剛強，第十節都講到了，是吧？今天這個世俗文化告訴我們，你遇到困難的時候要所謂要用什麼正能量去對待它，要相信自己能夠勝過它們，要有自信，最終你必會得到勝利這個正能量呢。但是這個正能量在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讀，但未必每一種解讀都符合聖經的教導。信徒不要以為人家講正能量你又講正能量，我們不能夠全盤接受，以為樂觀的態度面對就是正確。我們必須要相信和信服神而有個樂觀，不一定希望這個困難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很快得到解決。難道人不比神更有智慧更有能力去處理這些困難嗎？這裡講到了我們的剛強不是出於自己的自信心不是因為相信人定勝天人的努力就可能能夠解決萬難。這裡是講到我們面對一場屬靈的爭戰的時候，我們要單憑我們血肉之軀是怎樣去戰勝這個天上的邪靈呢？原文這個剛強的動詞呢，其實是一個命令的語氣，是我們必須要去做的，還有是被動的語態，不是我們靠自己的，是被賦予的，是被神所賦予的，是基督給我們的。更加它是一個現在的時態，就是說我們不是只做一次或者做了就算了，是不斷的持續地去做的。所以當每一個基督徒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就能達到我們的目標了。我們相信保羅在他書中講到在主裡或者在耶穌基督裡，這個我都不講了，很多次提到，就是我們跟基督有一個很密切的不斷的相交，我們能夠依靠和信服祂，所以我們就在主基督裡了，就是說主耶穌與我同在的意思。其實新舊約裡面提到不少的人屬靈的人被神得到鼓勵，祂要剛強不害怕的，我們要主裡剛強。例如年輕的約書亞，他當他要帶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的時候，他都膽怯，所以神親自跟他說你要剛強壯膽。你說就算很身弱堅強的好像保羅一樣，當他去到哥林多傳道的時候，哇，他見到這麼多抵抗的時候他都有軟弱，所以神親自跟他說你要不要怕，你在哥林多裡面有很多我的子民去鼓勵他。所以呢，我們的盼望，信徒的信心不是建基於自己的能力，而是建基於在耶穌基督裡面。並且剛才說過1章21節和3章10節說到那些邪靈的時候，都看到原來他們都是耶穌基督的手下敗將，信徒只要依靠基督就必能夠去不懼怕這些敵人。第二，要依靠主的大能大力。第十節都講到，信徒不單只要靠主剛強，更加特別加上依靠主的大能大力，
嚟提醒我哋要善用神俾我哋嘅资源啊。其实咧，喺主耶稣喺呢个颁布大使命嘅时候都提到啊，佢话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都系咁样嚟提醒我哋信徒啊，唔好惧怕为主作工啊，因为佢刻意提到自己嘅能力可以帮助我哋。可见咧，信徒咧切勿咧系忘记支取主嘅能力，但同时晓得咧呢个力量咧都唔系源自自己嘅，要当我离开咗主嘅时候咧，我哋就冇咗呢个能力。喺啲数量战争当中咧，我哋冇咗主嘅能力，我哋必不能企得稳。今日啊，好多世人好相信咩啊？相信财富、权力、地位或者政治或者军事呢个力量。但系信徒，我哋唔好像世人一样，我哋忘记咗我哋嘅主。我哋唔系依靠嗰啲看得见嘅，我哋系依靠嗰个看唔见嘅神。第三就要穿上神所赐嘅全副盔甲。呢十一、十三节都连续两次咁样去讲到，基本上系重复嘅。但系十三节佢系更详细咁描述咗咧呢场战争咧，我哋唔应该松懈，要作战到最后啊，做到最底啊。因此咧，我哋警醒，唔好脱下我哋嘅盔甲。原文咧呢个所赐全副盔甲，其实系讲到神全副军装。从上下文嗰度睇到咧。其实这个军装是神所供应的，即是神所赐的。因此信徒要更加慎重看待神所给我的这套的军装。不要只是穿上部分军装就算了，或者不去了解这个军装是有什么用途的。保罗就是命令我们要穿上这个军装，而且要好好去运用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我们更加要提醒信徒，我哋信仰唔系单系为咗我哋自己可以上到天堂，我哋都系神嘅军队，我哋要为自己、为信徒、为神去征战。所以咧，我哋唔好马马虎虎咁样去研读圣经，有系统嘅将全本圣经反复嘅去熟读，以致我哋只能够清楚神俾我哋啲乜嘢吓。否则咧，我哋虽然有神呢个俾我嘅军装，但系我哋上到戰場嗰陣時，都發覺我哋都唔知點用嘅時候咧，咁啊真係不能夠守住炸彈攻擊啦，可能更加會潰不成軍添。究竟呢個全副軍裝係啲乜嘢咧？咁啊，呢度就我哋就冇再探討落去，因為我哋下一次咧就會再講詳細啲。今日所講呢段經文咧，好似係一個新嘅主題啊，係嘛？前面講到啱啱先講到第一世紀。嘅一啲嘅基督徒嘅家庭嘅三種好主要嘅關係，好似有啲唔同喎。但係咧，當我睇清楚嘅時候咧，其實由第四章至到第六章二十節為止咧，都係一啲嘅勸勉嘅一啲嘅題材嚟嘅。六章十至二十節咧，都係承接上文嘅，整段都係關於我哋嘅行事為人，成為呢個整卷書一個嘅高潮添啊！呢段係。四章一至到十六節講到啊，我哋佢正面描繪一信徒喺教會裏邊一個嘅羣體裏邊嘅一個特質。咁接住咧，四章十七至到五章十四節，同埋五章十五至到六章九節咧，分別講到啊，由一個消極嘅主題啊，命令信徒咁啊，唔好做呢、這個唔好像外邦人，或者唔好像呢個漁網人。而係最後呢段咧，六章十至到十節咧，就從正面嘅角度要求信徒要作一個剛強嘅人。呢度重要之處咧，佢同之前嗰三段咧係所處理嘅關係有唔同，因為之前嗰三段咧都係講到人嘅人與人嘅關係，而呢段最後一段咧就講到人與呢個邪靈嘅關係，所以咧係亦係信徒最容易忽略嘅層面，因為就算我哋睇到啦，好似風平浪靜睇唔見敵人嘅時候，卻可能係危機四伏，因此咧信徒咧。要咧行事為人咧，就係所保羅最關注嘅啦。咁究竟行事為人究竟邊樣緊要啊？其實聖經有好多嘅教導啦。之前一個禮拜我聽到啊馮牧師都講過，係嘛？就係咧，梗係為人比行事更加重要啦。而且為人更加要行先添，不然咧一定要出好多問題。我哋睇到係嘛？喺教會裏邊都見得多，因為你未學行先學走，可能導致你嘅屬靈嘅生命會枯乾啦。更加弊嘅咧，就可能俾異端吸引咗去背道添，或者啊隨流失去
離開神，離開教會。不過咧，若果我哋要等到我哋成為聖人先服侍咧，就冇可能啦。所以我哋一定要有基本嘅，我哋一個穩固嘅根基，然後我哋去侍奉嚇。而且我哋要堅持咧屬靈上嘅不斷嘅長進啊。咁啊，又講下一啲嘅動物世界對我哋有咩嘅啟發啦嚇。今次咧，我就講下呢啲嘅阿拉斯加嘅一啲嘅公牛嘅麋鹿。呢啲公牛麋鹿咧就好大隻嘅鹿嚟嘅，即係連只馬中同只馬咁大啊，有啲大過只馬添。咁呢啲嘅麋鹿咧，就咧每年秋季咧，雄性嘅麋鹿咧就要去爭奪呢個嘅統治權咯喎。成班鹿之中咧，咁佢哋點分出呢個邊個係最大咧？佢就以呢個鹿角去互相去拼撞，邊個打得贏咧？最後咧個角冇打爛嘅咧，就成為嗰一批鹿嘅一個領導。咁要點啊？梗係身材最龐大嘅鹿角最大同埋最強堅硬嗰個麋鹿係得勝啦。所以咧，所以呢場秋天嘅決鬥咧，其實點啊？其實喺夏天已經決定咗噶啦。因為夏天你要點啊？你一定要好好咁樣去食好多嘅嘢，同埋唔係淨係好嘢，仲唔係亂食嘢喎？淨係食一啲有益嘅嘢嚇，使自己嘅身體變得更加強壯、更加大隻係嘛啊？同埋咧，咁你就去喺比賽時更有機會獲勝啦。對於嗰啲咧啊，食嘢又唔好，食唔夠嘅，或者只係中意去周圍玩下嘅，冇作好準備嘅咧，佢自然啊身體就比較弱啲啦，體積又細啦，所以咧喺啲爭戰當中咧就一定落打敗噶啦。呢個俾我教訓當中咧，喺呢個屬靈之役都係一樣啊。撒旦會揾一個機會嚟攻擊我哋嘅，我哋點可以企得穩呢？喺戰爭前咧，就其實取決我哋咧係點樣去部署，同埋我哋點樣去作戰，係嘛？呢個麋鹿嘅俾我哋一個睇到咧，就係話咧，佢首先知道我哋自己嘅使命係乜嘢，然後我哋預先好好嘅培養我哋要有專心、有持久嘅信念，要培養咗力量同埋智慧，以至喺呢個最需要嘅時刻，我哋能夠好好嘅發揮。同樣啊，信徒首先認識自己身處係咩境況，所以啊，第一嗰度講到啊，要認識喺 在世嘅係要為神爭戰。當我們意識到其實有兩個實體嘅存在，一個係眼前嘅世界，一個係屬天嘅境界，我就會發現咧，前者咧嘅價值觀同後者嘅價值觀咧係自然不同嘅，而且係互相嘅對抗。原來信徒咧係已經喺一場屬靈嘅爭戰當中啦。可惜很多信徒都未知道或者未感覺得到，尤其是在我們這些先進民主國家，基督教信仰或者福音都給人一種平安和福樂的感覺。我們不單信徒有永生，我們有豐盛的生命，這些是我們夢寐以求的事，但是信徒是否真的這樣一生的平凡，一生一帆風順呢？無驚無險就到終點呢？好多人都知道啦，當然唔係啦。如果你真係有咁嘅奢望嘅時候咧，基督教嘅信仰唔係你一個選擇，因為你而家只係想單單想尋求今世嘅歡樂，滿足一己嘅私欲，卻唔願意信服神同埋付代價。這個唔係基督教嘅信仰。信徒必須有一種嘅迫切感同埋警覺性，因為呢場係一場屬靈嘅爭戰，你要有心理準備。隨時會受傷、受苦或者遇到困難，甚至會殉道。這個是戰爭的實況。就算你好像鴕鳥咁樣埋手沙堆，你都逃避得過呢啲嘅困難同埋呢啲困境。並且咧，呢場戰役當中咧係冇退役嘅年齡嘅。你以為我年老啦、退休啦，撒旦就唔會攻擊你咩？唔可能，除非你已經係撒旦嘅方，否則你一定會受到攻擊。保罗在帖撒尼迦前书三章三节都提到啊，提醒信徒啊，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啊，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所以我哋唔好作无知愚昧嘅人。若果你唔属于神嘅咧，你就系属于撒旦，你冇其他嘅选择，所以我必须要警醒，直到见主面。第二。
就要先装备自己，然后才能够作战。今日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哪个家庭里面，我们都花很多心思或者财力在军备或者保安的装备上高，才可以阻吓那些和这么好保护自己的国家或者家园。这些装备最主要都是以防御，确保我们安全。其次就是那些可以当我受攻击的时候，我有反击能力，不可以不止一味挨打，以阻吓的敌人不要贸然的攻击。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都讲到，他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切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主意都能辨明。可见神的话是对外是有攻击力的，主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都是用神的话语对抗，但对内有洁净的能力，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是一个非常好的装备。所以信徒不可以在没有足够装备之下就出战，最终都是一定没有好结果。今天我们在很多道德的问题上高，很多基督徒的立场都不是基于圣经的教导，可能是受到基于这个世俗文化所谓的影响。例如讲到自由，这么讲，很多人觉得自由就是无限制的，无界限的，我只要有自由，但是自由他不知道是伤害了别人的权利都不定。还有讲到公平，是不是一切按比例就是公平呢？你有这么多人种就 分配给你就是公平呢？定话因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就是公平呢？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圣经是有讲到。还有讲到爱，是不是爱就是什么都做得呢？只要我爱就得呢，或者我不妨碍别人就可以爱呢？这些是不是真的爱呢？圣经所讲的真爱呢？是吧？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因为不同性别，甚至有些更讲到呢，人同兽的相爱，我都冇影響到人哋，係咪就可以呢？尤其是年輕人啊，好容易受到同輩或者群眾嘅壓力，或者有啲知名人士好肯定嘅啊，或者受到我要政治正確咁樣，我哋作出決定咧，而接受呢啲所謂叫做咩啊進步嘅思想咧啊，如果你唔接受啲思想咧，你就叫做咩啊保守或者落後啦，係嘛？所以信徒要好小心啊！我哋呢度咧，唔係淨係唔單止依靠神，我哋都要自己有，都要付出努力嘅。所以年輕嘅一代更加需要好好裝備我哋，先能夠喺決定點樣去遵行神嘅旨意，作出一個決定。即係你做決定嘅時候，係遵行神嘅旨意嘅。成長需要時間嘅，唔好走捷徑，我哋要踏實同埋忍耐。最後第三點就係要我哋要靠主剛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不是打败这个天上的邪灵，我们而面对这个邪灵每日每时每刻的攻击时候，我们要站稳我们的阵脚。我不单是为了自己，因为为什么？教会就是神的军队，我们要与主内的弟兄姊妹并肩作战。如果我们能够招募更多的精兵，更加可以什么？让主早日来临，打完这场必胜的仗。我哋唔系凭血气去攻击敌人，以暴力或者不正义嘅手段，都唔系信徒应有嘅征战嘅表现。所以保罗喺罗马书都讲，十二章都讲到啊，劝勉我哋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嘅事要留心去作。你不要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去胜恶。最后我以呢个嘅希伯来书嘅第三章十三至到十四节作一个总结。他说到，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天天彼此的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份了。所以我们重新鼓励信徒要彼此的劝勉，互相的扶持，同心协力持守主道，个人要谦卑地稳守自己的岗位，并要靠主能够刚强，能够站立得稳。要知道这力量
同埋勝利都係出於神嘅。願神得到當得榮耀。讓我哋同心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哋再一次感謝你，感謝你賜下你嘅話語提醒我哋。今天我哋靠著聖靈，求主幫助我哋，叫我哋有能力活出呢個信仰。更加我哋都要唔單止係依靠神你，我哋自己都要有我哋嘅責任。我哋願意付上代價，與眾信徒一同嘅係並肩作戰，為主打一場美好勝戰。叫神得榮耀。我哋咁祈禱交託，奉賴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